好朋友、本会同仁以及电视机前的乡亲们，大家早。今天是10月2号，星期五，也是台南市议会第二届第四次紧急大会第24次的会议。受了人事处主任呢许云峰出场，因为参加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颁奖典礼，所以请假。由专门委员呢陈秀慧代理出席。上午的议程为市政总咨询。那个每个人咨询时间为50分钟，然后有陈昭仁议员、蔡玉芝议员，还有林全忠议员，三个议员来咨询。那么首先我们请那个陈昭仁议员来开始。昭仁先，潘先啊，我时间前慢你，是的啊。今嘛伫民间，搁看到赖清德市长跟严纯佐市长，搁伫挂扛棒啊！大家搁伫挂扛棒啊！打上一冬外呢，就准备要搁选举啊！过去民进党拢笑国民党，讲用行政资源，你利用台南市市民的税金，今嘛你甲严纯佐两个伫挂扛棒要选举。市政都做不好，利用行政资源去选举。现在台南市我们看有省就好，是向下沉沦，向下沉沦。我们有一张来看台南市102年还有869亿的税入，到现在剩705亿，是全部六都上尾仔名，对的。六都的税入，迄个比率，咱较占7.2%，台北市16.3%，占全国的比率，也是全国的第尾仔名。102年，你869亿，占9.1%呢？105年，剩705亿的收入，互你换这个价。收入减少，钱为对来，减164亿，等于减掉20%，19%，啊，钱为对来，这个榨取人民的税金，你计税给人每年加15亿，房管税加14亿哦，啊，若搁挂卖土地。你干了每年，佮加40亿出来，啊！你唔去为统筹分配款去争，因为民进党在争啊。统筹分配款，你们说都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啊！统筹分配款是不公平的啊！你705亿，佮加一个40亿，你顶一存600几亿，发薪水尔啦，会当做啥？哦，你还这个价，发薪水尔啦。咱来看人口的比率。咱是全国的8%，卡分到7粒的土豆。继续，但是咱甲看，咱人民的平均的收入，咱还阁排伫苗栗的后面呢。咱是全国第13名呢，全国第13名呢，六都呢，还阁苗栗还阁第10名呢。这是行政主计处的统计哦。这不是我单调来发明的呢，所以咱从遐数字来甲看，99年12月台南县、台南市合并，甲即马六东，唔单是向下沉沦，你阁将城乡的差距又甲愈来愈远。我所讲的话，我拢要用数据甲你讲，台北的比情。你想哦，台北就等于是大北门区甲大新营区，大北门区三间家里7个北门，加将军6个乡镇，你无作为。过去苏焕智，伊讲遮爱来发展观光，所以引进分家人国家风景区入来。今嘛你个观光局咧，六栋，甲伫7个开1200几万，大新营区。大北门区
你要阁用湿地要甲锁死，湿地阁甲地就袂当建设，袂当发展。大新寮区一个全世界国际三名来的蓝花店，你也要甲刷走。泰康农场，你也要甲开遮。北门区、大新寮区，阮溪北是遐尔啊悲哀。你对台湾安尼甘着？咱甲看，你主政六党伫溪北减一万一千人，减掉一万一千人，这数字会讲话。低收入户伫溪北拢总往上升，中低收入户、低收入户都往上升。这个社会局你可以去好好了解。我相信台南市民会觉醒。古早人这样来讲，为民兴，你无半步啦，难以经人小比拼啦。那么咱看到经人，伊个努力打拼，咱国际兰花店、兰花生物科技园区为十亿，2006年认真打拼，一直省成55亿，一直去，一直打拼，大概参观的人数拢突破32万以上，到你的手。拢落来，拢拨落来，到你的手拢拨落来。你怨叹，你怨叹，怨叹遐花农，甲农民为敌。你无检讨家己。赖委员伫议会提一个案，经过三十个议员联署，无分党派哦。对嘞，但是。迄日伊提案的时阵，阁有真济议员起来发言，大家拢认为讲，你无应该将兰花生技园区甲国际蓝店来跳分开，因为遐有足大个国际贸易个空间。遮个人伫反对讲，你去刷去认定旺旺集团的南胖展览馆，林立锦吼是民迄阵咧民进党的总召呢，伊讲安怎呢？回来那一张，林立锦讲安怎呢？拄只无分党派拢反对蓝电刷去白牙古板，我身为总召，真的觉得很汗颜呢。民进党的中常委呢，伊安尼讲呢，你。人坐咧，甲你质询讲，你现在还要刷一下？遐反对的，拢总想要选立委，拢要选市长，还是赖美惠要选市长呢？还是李退助要选市长呢？遮的人，拢有录音记录的呢。继续，提一个案，30个议员联署，你得阁写一条文。讲南胖世贸中心举办兰展，优以兰花生物科技园区，写一堆理由，但是你提出来第14号建设案，要2000万兰展的补助款要先垫付，这是你提出来案哦，您提出来案，议会甲你决议哦。必须要在后壁区兰花科技园区进行举办国际兰展，许可动资经费。你无要富裕，你无要富裕，佮无要尊重，佮着佮讲那个是附带决议，讲一堆理由。你家己会当作啥嘛？家己会当作啥？结果8月30日国议，你无要插议会，11月7日你就进行。强制进行发包，限制性发包，得标的也是去年的生态发展基金会。甲你讲袂使动资，你的履约地点是伫台南市仁德区。履约地点甲你讲，你一定爱去后壁，结果你履约地点伫仁德，用仁德区来发包，这无可能吗？这无甲议会咧作对吗？跟民意作对吗？你心肝咧敢有民主？来，
所以因为这的动作，大家知影讲安尼无法度啊，民意爱站出来，站伫后面的这，拢总是破事级的，南非的先觉专家，若无因这，今仔袂当替国家贸易变100亿以上。所以苏焕庭前馆长伊嘛讲，伫园区展览，伊是会当伫遐采讲、落订单，伫遐会当去伊个工厂、去伊个兰花育种个中心，马上随去看有遐物件无，人是有迄个作用。阁说咧，无分党派，遮个议员拢站出来，我是较替偌会员打抱不平啦，伊是话要惊死啦。这就是你的作风，让你的兄弟姊妹会怕你，这是你的检讨的所在啦。再来，500个人在后面安溪寮福安寺，没一个走的，从头到尾没一个走的，命你走出来，隔天你说好，这样不吗？我阁倒转来国际兰花兰展，农业局长，你阁发一个声明，语带恐吓，讲嘿，若办袂好吼，明年变怎样唔知哈。阁说了，阁甲咱兰社讲，伊个笑脉有问题，笑脉，人安怎讲？兰社讲，阮逐冬都拢有农委会甲市府的人拢有来查笑，是安怎害你公关的笑脉有问题？你想要开要跟农民作对，农业局长，我感觉你要去底下坐一条吼，我是足钦佩你的。你竟然要搁加入来议会，跟农民未做伙计。继续，后来，倒转来，你的地点是台南市后壁区，哦好，啊你敢要重新招标？整个展览馆认得甲后壁是无同款的动线，无同款的展览地方，伊摕出来规划是无同款的，是安怎？无爱免重新招标，我嘛知影，限制性招标到尾啊，你没有上多上啊，我嘛知影，佮重新来还不是一样成大？哎，继续，你十一的评选委员。以甘顺做为主，你得掌握5个，内面11个完全无兰花专业的人，做这种评审，选这种评审委员，无一个兰花专业的人。文化局长敢知影兰花？经化局敢知影兰花？许局长和许彦清，你拢伫农粮署，你敢知影兰花？秘书长，你是水利专家呢？严春总敢听兰花？这拢是啥物造型啦、啊？啥物首府大学助理教授啊？当然你是掌控掉的嘛。这上个可恶是无兰花界，遐尼侪博士、遐尼侪专家，拢无一个人是评审委员。你用心肝问看卖，来。咱要呼吁成功大学研究发展基金会，你提出这届的蓝点，您成立的目的呢？从事科学技术之研究发展及服务。结果呢，成功大学哈、哦、是学术单位呢，家己哈、哦、地位不爱高呢，面皮不爱小呢，长期承揽台南市政府的标案。长期承揽台南市的标案，新光大学你是一个伫台湾有名气的大学呢，你家己面体皮无爱顾，发展基金会推出这个蓝展，你今日办到上啥？300万人，剩20万人，继续。荣誉局长，你的经历不错。但是你当时伫农业伫拍拼，现在袂当甲农民做伙。
你敢干呐？服务台南市有177万的人口，你敢呐服务一个人偌清德市长？你家己袂感觉心内足艰苦的吗？袂郁准吗？你还阁坐会调吗？你敢无想要落台？继续。继续，我已经讲话，继续一张。赖市长，你讲你要选去认定这个决策，你要负责任，你想到要去选到回来，啊，你免得负责任，你错误的决策，免向全民回信的吗？啊，你特别帅吗？啊，你敢想做政治？唔对，爱家己检讨，检讨就会进步。你无，同款的人咧骄傲。为民生你无半步，咱你精神小比拼，心怀当去恶后母，民居心危，唔敢言。继续，接续咧，恁甲农民袂做伙。过去，咱我生去园区。迄阵面咱生理袂艰苦，农委会鼓励，伫农委会开个92年，一张公文来，地价税当时个台南县政府讲，来地价税由县政府来处理。安尼吼，人是用心良苦建立这个园区呢。结果台糖公司吼，认为讲园区个土地可获减免地价税，他同意将减免部分回馈给县政。啊你咧，你甲农民袂合？个甲人清算，个甲人清算哦，安怎清算？公祭祀扣办关税，工作室扣办关税，疫苗室扣办关税，乌白解税理由，甲人扣办关税，甲人清算，什么时代啊？不错嘞，刷嘞，咁闲的鸟，提拔个一个。在90年代，范迪亚的员工遐尼好，所创立的柳营泰康有机农业专区，今嘛因为你地价税起，台糖公来地价税交你6万起起变8万，泰康有机农业专区，你干那要管，灌溉也唔敢处理，啊，好农民家己底下无依无靠，继续。含太空有机农业业专区，你嘛要开这個，你干哪要管，也无要插人。我讲安尼，你都爱听入心。范迪亚已经无做6党的县长，伊去做律师，但是伊对农业的感情，上少回来园区20摆，这是园区的人讲的，回来关心讲到底农民的工作是安怎。人是安尼咧做，你敢那去过？敢那关心农民过？敢那要管？搁杀个难量，要搁甲食做顿去？是啥物理由？来，我若讲有犯题，你也急啦。我讲林冲贤啦，林冲贤上任了，伫1803年，伊创造有机农业促进，伊创造即个农业。农地银行整合闲置农地，让有意返乡的青年从事有机农业，初步规划50公顷土地，安尼来你做，刷了搁成立宜兰县有机农业促进自治条例，要安怎补贴这个生产这个差额？伫自治条例内办，我搁叫你做啥？你干那要讲搁换一个？换一个集团来管理，你干那要共管？灌溉的水沟无要共做，无当去灌溉，就去偷食水。你做啥？人是安尼你做的呢？来，拄只讲遐，我拢总用数据甲你讲，所以我咧讲，你第6党，你的决策就是这3步，第一步。决策傲慢，掌控媒体，多数暴力，
继续。房屋税你起181%，回溯到民国90年，安怎讲你就讲袂听？专台都干你尔。过来，你搁伫市政会议，哎，这网络有当看的呢？你伫市政会议搁估咧，100块的房屋税做基础，较打起一个便当尔啦，咱甲看，继续。106年，你为市民的形象，都只有讲过吼，总共40秒，这张过啊，已经讲过，继续。吴宗龙伫这个要起个评议委员会，伊讲吼，拢是建筑师啦、理事长啦，啊，学者专家也有代表啦，太唔敢讲两个议员。那个主席，你知不知道议会的议员是哪两位？台南市唔敢公开你要去房屋税的记录，是安怎要去？只系等一下，倒转来。是安怎你唔敢公布委员人桃园县伫吴志扬国民党嘅时阵，地政局长、干部局长啊、民意代表隆重公布。公布伫网络，那问你叫你提名单出来，你也唔敢提，是有啥物艰苦的所在呢？到底议会这两个议员是上做代表的，讲台起办公室181%，无异议通过，乱来嘛？为什么政策不敢透明？继续，那你讲你去办公室？绝对是幕后有黑影子，对来，当然是市长主导，你吼、是为建商量身打造啦。90年到105年，15栋的中国的房屋，中国的厝拢去拢房屋税，新的啊，那房屋税，所以大家会去选新的。这种政策，这种后面的黑影子，人拢看无呢。继续，我要阁强调，90年到105年的缴的房屋税税金比别的县市遐旧的哦，加80%。105年以后的新厝才起房屋税，全国敢若台南市的市民，全国哦，敢若台南市的市民加缴81%的房屋税，是因为90年到105年过来。我有甲你算，我甲你算，你敢若讲明年尔14亿5，106年14亿5，107年就17亿5，17亿5，你阁去摇？108年你已经变去走啊，要阁甲人变22亿？啊，利息卖讲啦吼，利息卖讲，加到54亿啊，一直到115年，你甲人扣208亿，这是为老百姓的中间。把人客这呢，你要离开了，移祸台南市。这种受苦的讲话呢，那挂利息是235亿呢，为老百姓扣嘞。咱的收入全国13名，继续。安尼你扣的对？桃园市安尼讲啦，房屋税暴涨，桃园市副市长承诺议会。不追溯基于台南市房屋税调涨，甚至回溯到90年取得执照的房屋，外界观感不佳。这桃园市讲的啦，认为跟民众抢钱，而今桃园市议会也引发激辩，未来是否会比照台南市？多可怜呢！桃园市提台南市来你讲房屋税，桃园市的副市长。伊马上站起来讲，未像台南市安尼，我们不会去追溯。人的副市长都有人有那种骨子啦，来。所以我咧讲，台南市的平均薪资家庭的每户的所得是
第十三名呢？你安尼扣下落，两百几亿呢？到你要造的是22亿呢？台南市第十三名，人桃园市好野人呢？因的收入平均是第三名呢，人都无要追数。来，议员为你背黑锅呢？阮伫庄卡都好骂呢。啊！你做啥小议员？啊！你伫议会，你是拢伫阮的办公室去，你拢不咧管伊啦？你投机取巧嘛？你跳过征收率嘛？无要让议会监督嘛？你直接甲办公室起起来嘛？投机取巧嘛？让过议会嘛？变相的征收率，提高征收率，继续。第二个掌控媒体，来继续。国际蓝展要前去认定是安怎？是因为旺旺集团。旺旺集团继续下面一张，你伫2010年，你就甲旺旺集团叫因来迄个南胖。旺旺集团大家都知道是集统的集团，你带就回来，继续。当然，旺旺集团有中西，有中天，有中国时报、工商时报、时报周刊嘛，幕后是什么嘛？继续。所以你心中是无人民啦，你的心中议会都炸到你看不起啊啦。所以你只有媒體和財團，那麼說你不感覺無體嗎？來，又一件又更恐怖，第九屆遠見雜誌華人企業領袖高峰會，我們有絕標公告來支援你，來支援你喔，85万支援你，再来。这个高峰会上一张，好，下一张。这个高峰会，100华人，100人，有马英九、连战、吴敦义、远见的创办人高希君。星云大叔陈长文、王立行，甲民进党个赖清德参加哦，你是参加，你唔是白人呐、啊，你是参加过来。主办单位是远见天下文化事业群，美国的百人会高希君当属掉，伊是成员之一。伊这吼、哦，这个百人会拢是甲李鹏、朱镕基家高层领导拢有往来哦。而且协办单位还有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，当属掉是连前呢，徐立德啦、江炳坤啦、林峰正啦，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协会江炳坤，继续。2011年10月31日，华人会议伫远东饭店香格里拉厅举办，出席上。新北市、彰化、苗栗、桃园、台北、花莲，民进党的台南市政府也出钱出有得。你有参加无？颜顺泽有参加无？足清楚的。再来，伫你上任了18年，到今嘛，你限制性招标，不必公开评选。不必公开征求，都由特定媒体承接。你说嘞？远见天下集团的台南区建户得标，新伦是国际关系处，加入新伦国际关系处，这吼未公开评选，公开征求，一连串的接着下一张，
这贵个拢是，拢装伫你的手中，拢唔免公开来远见天下，我就让你得标。交通局你也一件，农业局你有三件，所以无怪人你讲农业局你服务一个人。竟然会当做这个大代志，笼络媒体，这个很清楚。继续，千外班，远见天下甲伫苗过去的苗栗的刘正宏的任内，嘛出滴足侪标案呐，咱甲看，结果。苗栗管掉刘正宏，五颗星数连霸得主；台南市长赖清德五颗星五连霸，跟我远见来颁奖，远见天下来颁奖。伫台南市提遐一标案，拢总唔免招标，拢唔免公开招标，不用公开征求。过来，郭正亮，民进党的郭正亮。伊讲吼，《远见》杂志是刘正宏的共犯。如果真相大白，刘正宏从众望所归，沦为众矢之的，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媒体针对自己吹捧的刘正宏神话做出道歉或解释。继续，创办人高希君当署长，毕业生哦，万探工。阮毕业拢领22K，伊讲哦，年轻人普遍教育程度那么高，心里却还是想靠政府。安尼甲少年家安尼客气，少年的无头路。高新金讲，政府不欠恁啊，少年的，恁学历还得管，政府不欠恁啊。这是他，接着。一个向你靠政府，远见天下，这几年在政府提3亿5千万的标案，天下远见出版社在政府提6亿2亿外的标案，继续，什么人靠政府？是少年家靠政府，还是你天下远见靠政府？咱有这个逻辑，台南市民交税金，交来台南市政府，你用媒体在造神呐、啊。结论就是这样子，结论。十天前，川普调美国总统，伊会见主流媒体的老板高层哦。伊讲 ，I'm in room for of life。这屋子里面满满都是骗子，给你做个醒思。来，市民的角色啦。来，第三，多数暴力，你靠你人多，你起火啊，要给你表现，咱按照议事规则。得行这条路，做15年的议员，倒上来，安尼争，这里也好啊。你民进党原来有一天爱用暴力，敢是安尼？敢怎爱安尼？以你的能力，敢怎爱安尼？这个代志也做下来，搁刷嘞。这个洪玉凤议员，这不是假的呢。咱去甲看，伊骨退起来，得搁挤一个物件，无目睭会拔落。你议会搞谁啊呢？你发现都拢改啊，什么地方个呢？是你怂恿的，是不是？来。践踏议会监督，残害民主价值。再来，
第一名的市长有，你有救四个人，媒体好，拢甲你报价啦，啊，别人救的拢唔免啦。啊，登革热死112个，第一名的市长，过来，你会当去看东兴大楼倒塌，这些人伫遐嚎，你笑笑讲你鞋仔破落啊，嘛是媒体安尼甲你捧，甲你捧，甲你教。你伫遮伫会议迅速地震灾民，你安尼受穷，我不允许你们在下面说有的没有的。这些人是伫过年，老我厝倒落，拄啊好旧历的过年，大家是替伊话要艰苦死。你有你真辛苦，但是你会当对灾民安尼吗？第一名过来，治水。古有大禹，今有清德。朱熹来嘛，讲你治水有功。你伫2014年3月7号伫《中国时报》讲山野溪淹水30年，我3年就把它解决了。变呢？变呢？3年就解决了啊，解决的更厉害。过来，嘿，你嘛是第一名。增加税你嘛第一名，对答等于民国90年你嘛第一名，这拢全国的。过来，湿地面积，你，敢若伫阮遐全国42位，总面积40000几，台南市占4.9%，10001公顷占台湾的22%，湿地哦，全世界169国。拄啊，干那台湾的湿地上侪83位，上侪日本50位，啊，台湾的土地遐尼大，83位。过来，你无心嘛，即卖阁讲，煞来，遐尼大，6698，即就是阮溪北。大北门区，这是7个将军哦，北门原来是哦，原来拢是湿地哦。你敢那对这块土地无感情？敢那这块土地你唔捌住过？敢那这你迄拢迄无要紧啦，从啥拢无要紧啦。地方自治法你嘛要遐看咧，土地是咱的呢，台南市的呢，你嘛来甲老百姓讲一下，讲我要甲恁安怎？反七金刀会。规家伙也要予人害死！今日看到这个湿地，你含做市长的人一句话都无甲老百姓讲，搁啥嘞？你搁伫脸书自豪？我台南市是全台湾上济湿地，自豪！老百姓被埋在谷里，你自豪说我台南湿地是最多的，我谦哥。来，接着，这个过程，阮得家己救。干部委员会伫遮办公听会，这毋是人安尼尔，外面是几啊百个呢。公听会，这努力个过程，遮个人为官拿加烧金，过来，阮发动1000人来，这个、外面人山人海。拢啊，叫叫你来接陈情书，市长是陈情书呢，你拢无甲老百姓讲呢，都予老百姓1000人传来你的市政府，甲你递陈情书呢，副市长伫遐底阁唔出来呢，还阁甲警察下呢，下甲过来乌目送受伤呢，过来，伫议会拢啊叫叫你乌白讲话，啊，甲渔民拢无关系，你敢知影遐渔民的情形啦？去予人开偌济红单啦！伊安怎饲囡仔大汉奉献社会啦？有足济自由渔民，伫遐掠赤嘴啊，伫遐捡海菜、掠螺啊，安尼饲伫甲暗，伫海墘啊伫辛苦，伫狗啊伫撩，饲囡仔大汉，阮就是伫遐安尼生活的。人家会甲你赞，这来第二回啊，过来，这你看袂到的镜面。阮安尼做，阮嘛是讲好，行落来装卡，
和每一，因为设备包围阮十三里嘛，一万四千人，影响一万四千人嘛，一万四千人住伫遐，竟然讲遐拢规个拢设备，所以阮透明，到真卡办说明会，过来，发动五百个人去营建署，遐开几啊十万呢？过来，这个有感情的，住伫台北，向向临时反叫来，陈天辉、李伟也伫遐，过来，咱去遐营建署抵抗意思，过来，去行政院递陈情书，过来。因两个对阮的所谓里长、社区这些人事属性入去内底，做两个决定，不做实质审查，这程序无算，而且苏焕智搁伫会中讲《湿地保护法》第四十条，那是违宪的。他阐述的十分钟给所有的审查委员了解，所以当天的会议就变成座谈会。就没有进入实质的审查。接着，这拄只我已经讲过哈，遮尔济人的努力过来，到尾啊，黄伟哲立委就营建署的分署长，亲身来对，唔敢去审查的活动中心，唔敢去传落。去伫学校内面呢，一间下国小内面借办公室，遮规个拢地方，规个拢地方的里长、社区发展的理事长、地方的属性，伫遮当场过来。最后，伊做结论，叶俊荣部长也回文，本部亦将加强与当地居民沟通，爱取得共识后，再依法办理相关程序。安尼，即马暂时告一段落，甲停起来。来，营建署分署长也这么说：本署持续调整草案内容，并加强与地方社区居民沟通，达成共识后，再依程序办理后续审查作业。即马这一段落先停起来。过来，我安尼唔是安尼，我特别说，我还要告他，他的程序是不符的。所以我去台北高等行政法院，结果已经出庭出一届啊。台面继续，去行政法院的时阵，问遐程序，营建署无话通讲，要给你补资料。安尼，予地方就安尼流血流汗，你大声到一句话，会当解决的物件。你甲民意相背离，都予人民站出来走路，付出代价。阮溪北的悲情，这拢毋是假。过来，阁继续，遮你要阁752日。阮特别上旬，旧历个上旬12月24日啦，即旧历啦。啊，新历是2018年12月24日，你剩752日，你还要有作为。你毋是甲颜顺哲去徛扛棒，去要选后一任的市长，你要传承，即嘛要个两单月，要个752日，要无要赶赶紧拍拼。为地方你做，不耍嘞？你伫《自由时报》伫2012年讲要引进马沙哥五星级的饭店，沸沸扬扬。讲已经有四间建设创投公司来勘察，其中一家已经提开发构想。这《自由时报》呢？过来，这块地。你要伫溪北将军渔港，将军渔港投资40亿伫遐，
当时游天港也要伫遐，你甲刷来伫安平港，溪北伫你心内就好像粪土一样。结果你嘛说说就算了，继续。含一间船老大，要等来回馈地方，嘛做袂起来。这个政府敢要治嘞？啊，咱若去讲到这第七个观光旅游局，你第七个海鲜节开840万，一百年到105年，你投入1270万，六档呢？伫阮遐1200几万，加安尼。啊！将迄个所在形同抛弃，素材分家人，国家风景区要做啊，唔做？素材台江国家公园，你开一点？再来，你开3800几万，你做二人溪大甲湿地工程，安尼好落嘞，规个拢烂土，干那落雨了？卖讲梅基台风，过来投入3800万，你要搁变第六个台南市要收起来的湿地。你甲看，你广告要做3800万，这是闸门溪，这是西港大桥。大概呐，大雨、风台、顶油的泄洪，这规个扫甲拢无去啦。二人溪也是会一样啦、啊，偏偏呢、啊，伫一个七股是一个观光旅游的好所在，你投入1200万，你这要搁个等嘞，要搁个拼个，等入去溪中，看这个道理敢看袂出来，讲遐连一个阴气啊，过来，这几个拢会当互你做借鉴。东陵公园人工湿地臭气冲天，麻豆的港尾社区人工湿地一盖台风就闸门溪直接就起来啦。台南市竹科人工湿地环保署长张国荣来看，连他也忍不住摇头。继续，湾里的人工湿地是淹埕，跟七股同款。这个理事长讲。也拢你欺骗民众，今麦喊你民进党的什么回应？伊也咧欺骗啦。庄义书伊也就是讲，这敢坑底下西邦啊，登革热的来源。接着，加东营运动公园臭气冲天，引来民怨，这拢失控。过来，张国荣来看德克士的湿地，这拢开千万的呢，过来千呢。杂草丛生，伊买摇头啊！伊在看伊买摇头啊！怎么会变成臭水沟呢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，还增加这个土地的负担。接着，你好，迅速淡淡工管理的人工湿地，还有 B 生态教育园区，今嘛呢？你甲看，下一张。投入5200万呢，但遐个登革热的温床，这个难道都不是你的借鉴吗？这个难道都是假的吗？你要跟你讲湿地，好，我带他们去上这，来，这是麻山大桥，这拢要冲刷一边变凉啊啦，变凉啊。它水位是到这里，拢伫要行入去堤防啊！佮继续，二人溪也是同款，继续。遮就是迄阵迄个场面，梅基台风过就变安尼啊！过来，过来，市长，你说我还没有请你，我要把话讲完。现在我要问观光旅游局，我们公路总局
西滨南工处，他把结余下来的六十一线的七股溪桥，是一个过去一个简单的桥变成景观桥，他把结余下来的2500万要做一个光雕的桥。继续，这条就是桥，光雕就是有这个影子。这可以在淡季的时候作为开放民众来参观表演美食街。我很好心的在我的服务处，这么多单位来认识，这么多单位是西滨处长先生来台江云嘉南您观光是时间到，好，再给你一分钟之后，就请他们两位回应。十一月，讲十一月观光旅游局，你伫市政府开第二次的协调会，这唔卡是伫发展阮地方的观光，大嘅工作你唔做，就是做那些办家家酒，办那些没有用的活动。我以后还有自由发言的十分钟。我要不要再将市政的建设，再继续跟你讲？你要有752天，你要好自为之。好，市长请回应。哦，感谢陈议员的指教啦，哈。对我来讲，议长的选举其实已经结束，啊，我有呐希望陈议员会当放下。我头拄啊，点点听你50分钟的批评，那有啥物怨言？我看嘛，应该到这为止。他都话指教的，关于着这个预算向下沉沦，这个数字错误，没有专业啦。关于城乡失衡，以帮忙甲大新娘来做比例，不够客观呐。对于南展的遴选。指控市政府偏袒成大南华基金会、南华研究基金会，这对我们是抹黑了。认为农业局局长没有跟农民站在一起，这个也不是事实。关于房地税、房屋税跟地价税，认为我们是为了建商而调整，这完全不了解法律的规定。那这更是危言耸听。城市的治理，本人一向是秉持着清廉勤政、传承创新。我也呼吁我们的同仁，我们都秉持着台南市政府是台南市最大的服务单位，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来进行。至于认为本人市政团队跟全体市民所推动的市政得到大家的肯定，是认为我们用钱利用媒体来造成。我想这个更是忽略的全体市民还有市府团队的努力，这样并不公平啊。至于刚刚提到的，包括登革热的问题。治水的沉积，或者湿地被误导的问题，本人都已经公开声明多次。基于时间的关系，我就不再进一步的说明。特别指出来，刚刚所用的那一些所谓的数据或者是证据，我指出一点就好了。张国龙署长，我们请陈议员去了解，这个署长是什么时候的署长？是本人担任市长时候的署长呢，还是县市合并以前那一段时间的署长？如果大家去了解张国荣署长的时间的话，就可以知道今天的质询并不正确，并不客观，而且失之偏颇。我简单回应到这里。好，我们现在休息到10:30，继续开会。